战术。哎呦，他喵的，这个回头很难受。你要给他化上妆就行。棺材我知道在哪里。
好难按住呢。今年差很多，天赋不高涨。他那棺材在那边，直接杀棺材那边，直接挂他，然后杀棺材就行了。哎，中间把它修完了，我操！中间给它偷掉了，亏了。还在上面修台新的呢。每一个仙子都有六老屯的梦，每一个仙，每一个玩仙的都会想吸吸掉。
好家伙。